昨天碰着人家老王太太了，老王太太说嘛，上你这来开药来了，你说没药了，完了还说没钱进药去了，有没有这个事儿？咋都知道了？我这钱让亲戚借走了，这一时半会儿他还不上，我也愁死了。你没有药怎么救死扶伤呢？噔噔噔噔，这么做真是20000块钱拿去进药去，这不能拿你的钱的，这不，哎呀，什么我的你的，我的钱不给你花，给谁花呢？哎，拿着，这哪好意思，拿着，这什么不好意思，跟我俩有啥还不好意思的呢？你看我你屋里边有苍蝇，哎，白毛苍蝇，哎，哎，白毛苍蝇，哎，听见了吧？为了骂我，愣说个白毛苍蝇，扫兴。进药去吧。我让你公公给恶心的，咋的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就你公公干的那些事儿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啥事儿啊？我吧，今天去医疗站，我寻思去办点事儿，嘿，正撞上你公公，哎呦，拉着桂兰的手啊，哎呀，嬉皮笑脸的，啊，这又献殷勤呐，啊，这个又送钱的。你说他是不是闲着没事啊？他闲着没事，用他给桂兰献殷勤呢。我公公给桂兰一钱，哎呦，他平常跟个铁公鸡似的，这怎么见了女人就这么大方啊？嗯。哎，舅，我觉得不对，我觉得这桂兰姨啊，肯定是看上我们家农场了，他想着法子勾引我公公。你去，你桂兰姨是那样人吗？就你公公。老不正经的，我说春儿啊，就你公公这样的，这你们这些当儿女的，平时不管管呢？这都大人又不是孩子，这咋管呢？那就这么由着他胡作非为呀？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烦。你好，招娣在不在？你找招娣姐啊，她跟我们老板吃饭去了。啊，就他们两个去的。嗯。那在什么饭店？
在兴业饭店。谢谢啊。喂，少颖，什么事儿？我正好在城里呢，接你，咱俩一块儿回去。我今天晚上有事儿，你自己先回去吧。什么事儿？约了跟人一起吃饭。吃饭？跟谁呀？你到底回不回去吧？我都跟人约好了，怎么回去呀？行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真够紧的啊，吃个饭也不行。不是，他来城里办事儿，想给我捎回去。哎，你可不能说啊，不算数啊！你说好了请我吃饭的，这菜都上来了。这个啊，周建平，旁边那女的是谁？我得问问去。我姐在家怀着你呢，她这花天酒地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坐下，人不就是在一起吃个饭吗？咱俩还在一起吃饭呢。我们不能跟他们比啊，他们这算什么呀？行了啊，别多想了，没事儿。来，咱们吃咱们的。来，喝酒。哎哎，我不喝。女人得喝美容酒，美容的，以后每天晚上多喝一点，对你有好处。那我就喝这一杯啊。哎，来，这就开始喝了。嗯。来，先吃点菜。一辉，我想问你呢，你学习回来对咱们店以后的发展有什么想法吗？说到这个，又得跟你喝一口。喝完了，我告诉你我的心想吧，来吧。我都说了我不喝，就喝这一杯。你喝一杯，我喝两杯还不行吗？喝一口。行行行，喝一口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啊，咱们得以后用电脑来设计这个人的发型，这样。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，给他定制他的专属发型，这就叫私人定制。咱们店要想发展好吧，就得创新。对，不能光做以前说的那种剃头匠，咱们得做艺术家。多印点海报，找一些媒体，咱们得加大宣传力度，这样我们的美发店才能蒸蒸日上。我发现你可真是没白学呀。不能白去，师傅得干一杯。干。的农场主，晚上好啊！建平，你说你没事老喝这么多酒干嘛呀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你？哎，我问个事儿啊，你媳妇儿整天穿的花里胡哨的，跟别的男人出双入对，你看不见？我媳妇儿不用你操心，你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媳妇儿。秋人现在怀孕了。他还整天忙前忙后干这个干那个的，你就不担心他出点事儿？我发现你好像关心我媳妇儿比关心你自己媳妇儿还要关心呢。我李少勇，你操得着这心吗？啊，你装什么犊子呢？我媳妇儿出事，那我孩子没事就行，对吧？你还没孩子呢，有本事你自己也生一个，你有那能力吗？
哎，你需要帮忙说话啊。张招娣，你说你大晚上不回家，都几点？哎，来了呢。哟，看我美发梳呢。少颖，你帮我把项链摘一下。少颖，几点了？十点了。干什么去了？吃饭去了。跟谁呀？不告诉你。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你跟林辉一起吃的饭。知道你还问我？你跟老公好好交代，你这身衣服是不是专门为了见林辉准备的？真有意思，我干嘛专门为他呀？你这衣服啥时候买的？林辉从深圳给我捎回来的。哎呀，我说呢，也就这奇葩有这个破审美。嘿，人都说好看，你早上不也说好看吗？早上是早上，现在是晚上了。黑丝袜高跟鞋，你就不怕来你们店的顾客对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非分之想啊？有病吧你，城里人都这么穿，知道吗？城里是城里，这是乡下。哎，你别老一口一个乡下的啊，我问你，乡下人怎么了啊？乡下人就没有追求美的权利了？真是，以后啊我就要进城，我要在城里买房子，有了孩子，我让孩子在城里上学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要把正明山村就地改造成城市，我要办学校，办养老院，比城里还城里。你说说啊，女为悦己者容，你这样，你这是要悦谁呀？我悦你。那我要是觉得不好看，你是不是以后就不穿了？我看你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我怨你，我怨你，你别闹，那说正事儿啊！你干嘛呀？你弄疼我了，没轻没重的你。我警告你啊！以后别再乱收男人的礼物，尤其是林辉的。你说大半夜的为件衣服，你至于吗？至于，至于。有病！洗洗睡吧。给我大孙子增加点营养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给自己争气，给爷爷争光。爸，
不是我夸你，你看你到我家来住这些日子，人都胖了，这气色多好啊，是吧，少刚？嗯，你妈把爷爷伺候的可好了，一点没让爷爷省心。您住我家真好，我爸都不和我妈吵架了。那是你上学了没看见。你以后老住我们家，不，永远都住我们家行吗？哎，橙子橙子，快吃快吃，别晚了上学啊。那直接说事儿。嗯，爸呀，你出院的时候抱回来那小盒子，就是我婆婆给你留下那宝贝，你放哪儿了呀？咋没见你拿出来过呀？你别弄丢了。那还有个丢，我放那地方小偷来都翻不着。嗯，你放心吧，没事。爸呀，你看橙子多亲你啊，你说你就不让我们开开眼界，你也得让你孙子开开眼界吧，是吧？橙子，你爷爷那儿有宝贝，你想不想看啊？想。你看想吧。爸，你拿出来让你大孙子看看呗。大孙子，咱不看，看完吃不下饭啊，好好吃饭。嗯，虎着点吃，大手吃。橙子，等你放学回来，你爷爷就给你看那宝贝啊。行了，赶紧吃你的饭。哎，对了，好好吃饭吧，别惦记盒了啊。嗯，放学早点回来啊，橙子。姐嫂，哎，嫂。哎，新衣服呢？怎么穿了一天都不穿了？不喜欢。姐，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呀。就是啊。太时髦了，我穿不出去。那行。下次给你买能穿上去的。你别再买了，买了我也不要。为啥呀？不为啥，就不想要你东西。来这么早呀？哎，大早上。叹什么气？我媳妇儿老催着我把你给辞了，她好像对咱俩的事儿有所察觉了。察觉能怎么地？只要你死不承认，天王老子拿你也没辙。她不是怀孕了吗？要不你就委屈一下。周建平，你太伤人了！凭啥她不让我干，我就不干了呀？我问你，我是不是你的女人？你当然是我的女人了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你老婆心里面装的是谁，你最清楚了。就这样的女人，你还指望着跟她过一辈子呀？别说这事儿了，我现在脑子有点乱。行行行行，我不跟你争论你老婆是好人还是坏人，那就说你吧。你在她家卖力了这么多年，还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人家手里掌握着。你是个男人，你现在又有了孩子，你不能不给自己留后手呀。你趁着你老婆怀孕，你就把吴家的钱、吴家的权都夺过来，算是你照顾她，算是你体谅她，少让她干活。钱在你手里边，总比在别人手里强吧。有道理。小静，干啥？我下午正好进城，我去接你。咱俩去趟医院。去医院干啥？咱去检查检查呀，看看到底为什么怀不上孩子。你不说嫌丢脸吗？算了吧，别因为我那天的话逼自己了。哎呦。我不是逼自己啊，我也想要自己的孩子呀。天天管你叫妈，管我叫爸，有多幸福？谁信呀？不说了，店里来客人了。哎，那说好了啊，我下午去接你啊。可以啊，一个电话就多云转晴。多云转晴。
邵勇打来的吧？关你啥事儿？你告我。大哥，大哥，看这院让你伺候的这干净，和面呢？啊，和面呢？要吃面条啊？吃饺子。啊，吃饺子不年不节的，包啥饺子？你没听说吗？好吃不如饺子，舒服不如枣子吗？我最愿意吃饺子，你不愿意吃饺子吗？愿意吃饺子。我知道你愿意吃饺子，我这就给你包饺子嘛。给我包饺子？你会包饺子吗？啊！哎呀，这不是跟你吹呀，除了生孩子不会以外，啥都会呀。你嫂子没这些年了，我不全靠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啊。我小孙子说他馋饺子了，我寻思咱寄人篱下，溜须吧，包饺子吧，正好你来了也赶上了，在这吃吧。好吧，我就在这吃。你来干啥来呢？啊，这不是借你钱借了药了，我给你带降压药过来了。看看，还是你心疼我吗？你放心，你跟了我，你累不着我。我跟不跟你还不一定呢。你可别呢。啥馅儿的这是？啊，芹菜，芹菜馅儿的。嗯。现在屋里呢，你看看咸的还是淡的？哎。嗯。往后这诗里头啊，再评个什么石孝贤啥的，我就把你推上去。自从你公公到你家住了以后，你这是隔三差五的就感激呀，就给他做好吃的。舅，也就是你夸我。我这是夸你啊。那可不。哎呀，舅啊，你给我评评这理儿啊。你说我对我公公不薄吧，可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向着老二啊。你说我家少刚不是他大儿子，我不是他大儿媳妇，我都这么伺候他了，他也整天不给我一好脸啊。哼，你说你们家那老二啊，年轻轻的，他不好好的去种地去，你说在地里边啊，凉来呀凉去，籽儿的他挖金矿啊，谁知道一天到晚忙个啥呀，一会儿是买电脑，一会儿又上网的，整得自己跟那城里的大老板似的，咋看咋不像个农民。就这败家子儿，哎，舅啊，你可得想着法把这农场啊从少勇手里给我夺回来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啊，把那心放到肚里头啊。嗯，哎，舅啊，嗯，你说到现在啊，这少勇咋还对秋玲那么好呀？啥事都想着秋玲。你们家老二啊，心眼多，我这儿都不明白了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想把那邵勇啊从一把手的位置上拉下来啊，你就没用好招弟儿这个棋子儿啊。招弟儿，他咋成棋子儿了呢？哎呀，我的天儿，妈呀！我咋？再加点水。嗯，好了，你看你这擀的皮儿，这是饺子皮儿呢还是溜号了？我这么大，你是包饺子还是烙饼啊？溜号了，那糖糖干啥呀？我寻思走错门了呢，这太像一家人了。哎呀，爱春回来了，我帮你公公包饺子的，爸呀。你想吃饺子不跟我说，这都看出来你跟谁近了。啥远了近了的嘞？我孙子说馋饺子了，该是咋我也想吃饺子了。你婶来了呢，他说他也爱吃饺子，我那咱就一会儿包吧。
有这么事儿吗？爸呀，你别给自己找借口了哈。讨好桂兰姨吧，你也用不着这边包饺子边唱大戏呀，在这儿让左邻右舍，这不说闲话吗？说啥闲话呀？跟包饺子有啥的，阴阳怪气的，搁这。哎呀，大哥别生气啊。哎，可能都是我不好，我给你公公送了个降压药过来，我这看正包饺子，我就搭把手了。嗨，你别说搭一把手了，你这插一脚都没啥问题的。咋说话呢这是？行，那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走啥呀？走不走？赶着吃。不不不，你赶着吃。不不不，大哥，我走了，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先走了。桂兰姨，你慢走啊。哎呀。锅开了，这正好下了吃吧，我吃现成的啊。我让你吃。哎呦，干啥呀爸？我让你吃。你这不我让你吃吗？我让你吃。干啥呀爸？你看太不会说话了，你人家想帮我包个饺子，你看你看你这你这阴阳怪气的，你不是你这一边包饺子一边唱歌的，不怕左邻右舍笑话是吧？笑啥笑？笑啥笑呢？建平哥，你现在哪儿啊？哦，就这样。见客户呢，有事吗？我肚子有点不舒服。是吗？去医院看看吧。行吧，那我自己去医院看看。哎哎哎哎，走啥去？爸，你去帮我看一下地，估计一会儿就干完了。你结一下账。你走啥去？我去趟城里。这不招不上你，你进城走啥呀？哎呀，爸，你咋拿着小匣子要走呢？我走不带你这住了。爸，你看我都多说了几句，你看你就生气了。爸，你别走了，你看我以后不多嘴了还不行吗？哎呀，爸呀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这是？我不带你这住了，我走。哎呀，你走啥呀？大儿媳妇把那饺子都给你包好了啊。你问他呢，是他包的吗？你问他，你咋回事啊？哎，少刚。这次可真不赖我，我这刚一回来吧，咱爸和桂兰姨在院子里包饺子，我就多说了几句，这不桂兰姨走了，咱爸这脸上挂不住了，这也要拿着小匣子走。那你桂兰姨说她馋饺子了，我说你馋饺子，咱俩在这包几个吧，那算啥里丢人的事儿咋的？你三七干楼话敲的，你谁听不出来呀？行了，爸别生气了，你说你这张嘴呀、啊，你不知道爸跟咱们桂兰婶子她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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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别说了。我走还不行？你走啥呀，爸呀！我走，我走。爸，你别走了，我以后不多嘴了，行不？你不让我走，是不是冲这个小匣了？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爸，不是，不是。你不想看看小匣里头装的是啥呀？我不想看，不想看。我打开你也不看了？我不看，不看。那中。你要这么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但是有两条。啊。第一条，不准你再翻我这个小匣子。嗯，行，不翻。第二条，在你桂兰姨面前不准再驳我的面子，啊！不多嘴，不多嘴。嗯，行了，爸啊，不准看呐，扫兴。你说说，你还真是。哎呀，行了，赶紧去，这下饺子去吧，你就别闹了。这个是不是这个位置？不是，他说的，你看过吗？下一个。有看看。少莹，嗯，是我有毛病，我拖累你了。你看，医生说的话你都不相信啊？这不是病啊，只是那个子宫的位置有点问题。反正就是不容易怀孕，就是不孕。你别钻牛角尖了，这不容易怀孕跟不孕。不一样啊，一样，还不都是一样吗？咱俩结婚两年多了都没怀上孩子，唉，往后咱爸再问你，你就说是我的问题啊。行了，你别说傻话了，咱俩都没病，回去就这么说，听见没有？走吧。怎么了？我包呢，落屋里了。啊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就走了？啊，我以为检查完了呢。对呀。少莹，你是家属吧？你媳妇儿得的是宫外孕，
幸亏发现的早，赶快去办这住院手续吧。宫外孕？对，赶快去，快去，时间长了就来不及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秋莲，你这还得做手术啊！你这么巧啊？啊，招娣啊，我你知道我来这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这不是碰上的吗？啊，那回家吧，走。哎哎，你等会儿，他得做手术，我带他去办个住院手续啊。不用了。说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你给他办住院手续？哎呦，这赵婷，回去我再跟你说行不行啊？什么叫我先回去啊？你是他丈夫还是我丈夫啊？他是宫外孕，他得做手术住院。他怎么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着什么急啊？你是大夫，你能给他做手术啊？这不都是一个村的吗？碰上了，你说我能不管吗？你走还是不走？哎，家属快去呀、啊！快，时间长了都来不及了。哎，秋玲，哎，你先走吧啊！不用了，商量。走走走，这来慢点慢点。谢谢你啊。没事。你醒了，小林。我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没走啊？喝点水吧。我给你爸打过电话了，他说建平一会儿就到。自从我怀上孩子之后，建平高兴的就像孩子似的。你说万一知道孩子没了，他这心里得有多难？医生说那个你这个手术不影响以后怀孕啊，你别担心。秋玲，秋玲，孩子怎么样了？建平，孩子没了。怎么没了？宫外孕。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建平，别太激动了。医生说他刚做完手术，赶快好好休息休息啊。你在这干什么？有你什么事啊？我们俩在医院碰见的。秋莲，既然建平来了，那我就走了。有什么事打电话啊。孩子怎么没了？真的假的？对，不对，李尚勇。献什么殷勤啊！我媳妇来医院做手术，你跟着干什么？建平，你孩子没了，我能理解你啊，但是你别在这无理取闹好不好？你少在那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就他妈因为你把我儿子给整没了，知道吗？别走！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不签字，不光是孩子，连秋玲的命都没了。你蒙谁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是吴秋玲丈夫还是我是她丈夫？啊！凭什么你签字把我儿子弄死了？我们俩在这凑巧碰见的。凑巧？你凑的还挺巧是吧？今天我凑巧打你了，信不信？我根本打你了，信不信？哎！你回去好好想想，你平时怎么对待秋玲的？李少勇，有本事你别走。小弟，哎，来，为你展示一下在深圳新学的发型。一般给人家卷发的时候呢，都是从外向里，那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，是从里向外，就从里边一层，外边一层，里边一层，外边一层，这么样卷发就有更有层次感。好。
你讲个笑话。一个腼腆的男孩问他心爱的女孩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”然后女孩说：“投缘的。”男孩就怯怯的看着女孩说：“那头扁一点的不行吗？”什么头圆头扁？笑了就行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意思，没错。啊，老板，你知道。哎，先生，你剪头发。是找张丽。招弟姐，有人找。哟，正明山村的农场主来了，稀客呀！来来来来，怎么样？我来给你剪剪头发吧。不用，我给你请个假，让招弟早点跟我回去呗。我们店招弟说了算，不用跟我请假。哦，那招弟，走吧。干嘛去啊？没看我忙着呢。行了行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跟我回去。你干嘛呀？有什么话你就说呗。说什么呀？回家再说去。放开！你说让我跟你回家，我就得走啊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我让你跟我走，你怎么不跟我走啊？人家吴秋玲那不是宫外孕等着做手术呢吗？我能不管吗？人家家里有爸有老公，医院有大夫有医生，你留那儿干嘛呀？他家里边人再多，都没在他身边啊。行了，我这够烦的了，你别给我添乱了啊。吴秋玲孩子没了，你烦什么呀？跟你，我真是秀才遇见兵，我有理说不清楚。你过来，你这脸怎么弄的呀？啊？你走以后，周建平那神经病跑到医院去了。啊，你跟周建平为吴秋玲打起来了。我能跟搭理他吗？那个神经病。神经病不搭理，那你那脸怎么弄的呀？可真行，你李少勇，人周建平肯定是看你跟吴秋玲亲热了。你看你刚才在医院，一看人家出事儿了，把你急的那个样儿，你什么时候那么对过我呀？你自己回家好好反省反省去。我没为你着过急啊。哎呀，妈的，骗谁呢？宫外孕，就是他逼着我媳妇把孩子做掉的。不就没个孩子吗？以后我给你生。啊，阳光，还是你理解我。你知道吗？我心里太难受了。行了行了啊，啥也不说了。喂，妈，李少华，你家欠我那20万，你想拖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是不想给，关键是你也得等我们家收了粮以后吧。别想在我面前耍无赖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还钱，我就到法院去告你们李家农场。不是，妈，我爸根本就不知道这钱的事儿，我求您了，他身体不好，您千万别跟他提这钱的事儿，行不行？行了，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孝女贤孙，你要是真有那个孝心呐，就别干出那种辱没家门的勾当。妈，喂，哎，秋阳，今天晚上聚会啊？哦，行，我一定到。哎，小华，你妈怎么喝酒啊？你现在可是嫁入豪门了，整天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看咱们这帮同学可都干着呢。给我们大家伙讲讲你当阔太太的人生感言呗。我哪有什么人生感言，有的是有苦难言。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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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？你看这帮同学，就属你嫁的最好了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别说我了，来，我敬大家一杯，我先干了啊。好嘞，行了，来干。少华，少华，啊，悠着点啊。哎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高兴。心疼什么呀？今天当着同学们的面儿，你倒是说说，当时在学校里，你到底暗恋谁呀？秋阳了，秋阳了，秋阳了，不聊这个，不聊这行不行啊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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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这样，我把这给搬了啊，换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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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不聊了，聊了，今天在座的都是亲人啊，你当着亲人的面都不说真话，是的，你得少华，喝点咖啡，醒醒酒啊。秋阳，啊，我婆婆逼着我跟江凯离婚呢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他为什么逼你们离婚啊？因为我是农村人，